和本哥一起 DIY 健身餐。终于锻炼结束了，感觉身体被掏空了，所以我决定回房间之后奖励自己一碗好力，充能满分复习粥，给自己补充一点能量。不起。好了，我现在洗完澡了，食材也已经准备好了。其实做法特别简单，首先呢，我们需要两勺半的好力燕麦麸皮。平时啊，想要补充优质碳水、膳食纤维，就应该多吃醋，加上热水，只需要30秒，我们就得到一个零添加的粗粮精华粥。加上我爱吃的坚果，优质脂肪，加上优质碳水，香蕉、酸奶、蓝莓，完工。这样一道兼具颜值还非常营养又好吃的燕麦精华粥就完成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来尝一尝。嗯，这个粗粮在嘴里香润滑糯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其实我们每天多吃粗粮，花一点时间健身，每天做出的一点小努力，会让未来的每一天更好的。